做圆及舞体操运动，空气最新鲜，感到非常舒爽，兴奋的精神，更走充实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接着再走侧门的马路，很多小摊小贩在行人道上摆着各种各样的菜、蛋、肉、鱼、水果等，好热闹。妈妈她说啊阿嬷哎阿嬷 Happy Mother's Day 阿嬷你看母亲节快乐哎对对对妈妈还是啥人这个哦嘿啊孙啊嘿，嗯，哎呀，水，那还水，哈哈哈哈哈，好漂亮哈、哦，对，这个是谁？嗯，娃娃，对不对？嗯，嗯。